在是11月15号上午10点钟，我今天要回家了。这几天没有更新的原因是，因为我一直在厂里，也没什么事儿。昨天呢是礼拜天，我的车上的一些配件昨天已经全部到齐了，然后我现在去医院做一个核酸检测，等我回来那车就差不多了。中午的时候我就会开着我这辆 B 型房车，然后拖着拖挂我就要回家了。此次的房车旅行暂时告一段落，回家呢接上我的猫还有我家老娘，我们会一起继续出发。老 K， 你乖乖待着好不好？啊，可乖了，哟，娃可乖了，妈去做个检查，一会儿就出来了啊。你乖乖在车上待着，好不好？啊，可乖了，嗯，真乖。沧州医院这个测核酸没有人，然后只收25块钱。这个结果呢，要到明天早上的8点才能去取纸质的。然后我不需要纸质的，我有一个电子版的就可以了。我这回去还有1200公里，还得2天的时间，所以我一会儿回去车一挂上我就要出发了。 Hello， 咦，你这么乖的，等了我5分钟是不是？等了我5分钟，好，咱们回厂里啊，回厂里去拉咱们的拖挂，真乖。哎，现在去对那个拖钩。差多少啊？你倒车影像啊？有有，倒车影像看不清啊。差了半米了，乖了。下来看看。上在北京的时候，晚上我是怎么一个人到的？差了好多，你没倒车影像啊？差了半米呢。歪了，你要重新调。下来看看。不对不对。倒车影像，有的不是我。好，打正。车往右一点，往右一点。还差一点。可以再你再倒一点吧，可以了，再倒一点可以，差不多，用手推一下可以上。好了好了，好，努力，好，哈哈哈哈，别急了，哎，这每年要吃多了，对，这一点点不大。然后它这个轮自动就上来了，对。大功告成，还要提吗？那不得轮往后边，往后边背，让它摆到车边，转一下。对，怎么摆？你先松一点，松一点，用脚把它，然后转一下。对，再转一下。转成直的是吧？对，转到后边。对。对，要不然收不上去。哦，是这样子，它现在这个轮是这种的。对。稍微那个之前没换的时候，那个轮是要让我这样拔一下。对，这个就高科技了。也高级。往外拉，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卡，搭在上面。对。转。然后转正啊。对，要不然转正，对，它转动就是为了把它扣住。我上回就那样
就没有回来了。太危险啊！对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就没问题了。对，还有这个，这是啥？保险。哦，我上回都挂过的。保险是挂到这儿啊？对，挂这儿就行。那这不够啊？这高着呢。哦，我都不知道这保险能有什么用。你这个地方脱钩了，就靠它刹车了。它让后面要刹车住，刹住。哦。备上备套里，它现在好了，顺利的把它给挂上了。Lucky， 我们要回家啦。现在拖着我的拖挂回家。走了，拜拜，女司机太厉害了，拜拜，我怎么总担心后面那拖车撞到别人车上呢？看我的车，呵呵，老远看着可拉风了，B 型加一拖挂。其实这个广角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拖挂就大了？其实拖挂里面的空间还是要比这个 B 型房车要大很多。走，我们上车去看。这会儿到服务区了，买点吃的，不做饭了。哎呦，老是把这些钥匙给搞错，看这么大一串钥匙，老是搞错。今天可以坐在我的拖挂上面吃饭了。我们去参观一下我的新拖挂。哎，懒得去撑那只腿了，先放着啊，慢慢给大家介绍。这会儿因为是在服务区，哎呦我妈呀，完了，买一杯豆浆全洒了。哎，能干啥？啥也干不了，啥也不是。看，刚买杯豆浆全洒了。哎呦，这是给我暖房的吗？真是啥也不是。刚听到这儿，去买了杯豆浆，回来说坐这儿吃饭。结果刚往这一放，一杯豆浆全洒了。哎，还是热的。让我先吃点东西，然后带大家就先简单的看一下吧。今天早上才刚弄完，因为我在那待时间太久了，所以一弄好我把水加满拖着就走了。今天晚上我计划是赶到太原服务区，因为我的那个核酸检测报告可能要到明天中午的1点才能出来，所以我也不是很着急。今天跑到哪儿算哪儿吧，等天黑了就不走了。今天晚上我可以在我拖挂上洗澡了，水都加满了。早上发了一个视频，我看评论区全是问 我怎么了，我没事儿，我好好的。我是昨天晚上偶然听到那首歌，然后我就单曲循环了一晚上，我就特别想把它拍出来。然后今天早上5点钟就起来了，就开始拍。
想把那种那首歌的感觉给拍出来。我真没事儿，大家私信问我的，还有评论区问我的，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。我没事儿，我挺好的，估计明天我就能到家了。其实车呢没有做什么改动，卡座区这儿一点改动都没有，就是这边生活区我给它改了个颜色，那把这些墙全都还有柜门全部给它贴成了这种黑白格，这样看着整个就亮堂了很多。然后这个边是没办法贴，我回去以后找木工想办法贴成一个白边。这个帘子是一个浴帘，是我定制的一个浴帘，它从里面开，这样看是不是整齐多了。然后床这边也是，这面整个都贴了，现在也没有完全收拾完，回去以后还有一些软装，像这床垫上的那个床笠，还有这个沙发罩，这个卡座这个垫子的罩都已经发回家了。好了，就给大家看到这儿，我还要继续赶路，继续赶路出发。好，哎，现在是3:20，开到6点钟，然后今天就不开了。开到哪儿算哪儿，反正拉着拖挂也跑不快。开到哪儿算哪儿吧，只要不在石家庄停就行了。我可不想再出一个信号。好了，我继续赶路了。